我很期待再去小朋友的家。我叫冯玉桥，欢迎汉语桥的小朋友来我家。这个很小。和冰期的校园健身小队的演讲比赛。兰州赵州桥，什么人行，什么人白，什么人黑，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。大家好，我是利亚，今年12岁，我来自摩尔多瓦。去年我的最大梦想是去中国，品尝中国的美食，攀登长城，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。现在我的最大梦想是去中国深造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好，欢迎你来到我的国家。Thank you.